我回国了。今天我来西双版纳的一个经典的地方，听说这里是最美的地方，然后我发现特别像泰国。走，我们走进去看看里面有什么，因为这个其实算了一个公园吧，然后刚刚看了那个地图，特别大，特别特别特别大，但是我们来晚了一点，如果我们来早一点可能会看到一些表演，但是来晚了没办法。那边有一个大的湖，和湖虽然绿绿的，可是挺好的，这氛围挺好的。大家看，虽然有点曝光，但是看后面是特别有，就是很，我也不知道正是泰国的东西吗，就是看起来很像。这个我刚学会，泰国叫里拉瓦里，中文叫鸡蛋花，鸡蛋像吧，有点像吧。我对这个花是有故事的，但是如果以后有一些重要的一些情况再讲吧。噔噔噔噔，有人去了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这边植物特别多，然后现在好像在装修是吗？装修是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我看到一个湖，是算湖吗？有很多花，给你们开，开给你们拍。哇，你看，还有另外桥，真的很像泰国哦。我刚刚打算会在那一道路走，但是我觉得太晒了，我觉得有一点不是受不了，可是我穿了短袖，我比较注意我皮肤，所以没走。但是真的很漂亮，所以现在我就在这里，就是很自然，而很凉快，很舒服，真的很像回国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特别舒服。然后刚刚不是有一些我就是跟有一些工作人员跟我在一起嘛，就很像我当一个导游，然后就看外国人来泰国，就很好玩。看，很多植物。哟 ，AK， 怎么在这儿啊？哟，我想你了，不来拍摄一点，要来找我，也行也行。拜拜。你们看到 Black Swan 吗？这是黑鹅，这不是鹅，这是什么？看不到。哎，在哪了？大鱼，真的很大，真的很大。It's a craft。还走到了另一个地方，很好看，真的很像泰国。我刚绕了一圈，然后现在就是最后的一点，就是特别大，而且特别漂亮，因为有花，有湖，然后就有很多树，还有大鱼。2 hours later。哇！哇！走，现在我们来西双版纳的夜市，然后这个是我第一个吃的。现在我在找办法吃这个东西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开心。OK， 烦死了。是吗？说你呢。不是我吃了。第二，好吃，有点烫，但是好吃，好吃，是吗？一起，要不？
我过来另一边了，然后这边是河边的，来逛逛一下散步。然后后面现在是特别，就是还不到那个点特别美，但是很就是开始好看了。哇，真的！来西双版纳，大家要来一次好不好？真的好看。Later。第三道菜，第三道菜，和第一个饮料是咖啡的，是泰式咖啡。今天我们爬上去这里了，也不确定在这里叫什么，可是特别好看，好像一个寺庙，但是我不确定是什么，我也不敢说。然后后面是这样的，特别像泰国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个特别像泰国。叫一个地方是大拉罗菲的，特别像泰国。我不知道了，现在是第几个，但是反正好吃。也是好像是酸的芒果，然后就加辣条，不是辣条，辣椒。Later。辣，刚刚给你们看我刚刚吃的那个芒果，辣的有一点离谱，流泪流鼻血。2000 years later， 大家，我辣到这样了，这个是美唇膏，美口红，我跟你们说，太辣了。我刚说除非冰糖葫芦，今天我啥都吃不下了，然后我就突然看了右边 ，nice， 天上跟我说多吃一点，谢谢。好吃，爽啊！这次来西双版纳我是 OK 了。满足了。